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饭，就当欢迎我回归。依依，你回来我特别开心，我很感激一直以来你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和支持，你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，但是我们的关系也仅止于此。你的爱我无法回应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在你心里还是比不上王小安吗？你没有比不上谁，你很好，只是我爱的是小安。身为男朋友，我必须要给足他安全感。如果以后你不想见到我，我可以辞职。为了王小安，你连梦想都不要了吗？只要坚持，梦想在哪儿都能实现。你也一样。